农药很多，它是属于荷尔蒙干扰物质，会造成小朋友的暴力倾向。这个是什么？看起来白白的。这个是云林的马蹄格做的贝壳粉。这该不会是要拿来洗菜的吧？大家千万不要说，因为你买来菜里面有点菜虫，你就很抱怨，虫活得下来，你也才活得下来。基本上你把干煸四季豆拿去洗过之后，它就不敢下锅了。哦，所以基本上说这个东西，大部分餐厅都不洗。中秋二日，购新配，晚间九点，跟郑凯云一起健康再升级。